你们都问能不能做个不用素材纸的收纳盒，那来看看这个吧。打开以后，里面收纳了各种小东西，放上心爱的小礼物，也太棒啦！只需要用胶带和贴纸装饰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现在我们先来搭建收纳盒的外壳，把上下分隔开。这是小抽屉的尺寸，把它们都组装拼接起来。接下来把做好的小抽屉和隔层依次都放上去，安上小把手就可以自由开关啦。接着左右边的开关门，板子的宽度要预留出门的大小，然后简单装饰一下，上面也用泡沫板分隔开，加个盖子，小球做固定的开关，再用喜欢的贴纸给它贴贴贴。最后就是装盒环节啦，把喜欢的东西统统都放进去。自制收纳盒，你学会了吗？